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感谢你将真理的大光照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当怎样行才能讨你的喜悦。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期间每周还可以同一时间一起敬拜你。我们感恩能通过网络学习圣经和定期团契，能和弟兄姐妹学习你的话语，用圣经牧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平安和喜乐。主啊，疫情期间我们每天接触到这么多好的坏的消息，面对信息过载，我们的心只有靠近你才有安宁。不管外界多么吵杂，都不能影响我们里面与你独享的安静。主耶稣，感谢你，我们不安的心灵只有你能安慰。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使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主啊，我们求你保守这个世界，许多人们因为疫情生病，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求你给他们力量、信心和平安，面对生活的挑战。主啊，求你继续给各国政府、科学家和医务人员智慧和资源，加添力量。我们以上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奉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约翰福音16:16-33，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弟兄姊妹平安，在正道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领和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那平安这个词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它几乎是可以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层面。比如说每天我们出门工作，或者孩子出门上学啊，我们都会希望出入平安。如果有亲人或者说是朋友出门旅行，我们通常也会说一声一路平安。啊，那过年的时候呢，大家在相互的祝福里面也会说岁岁平安。啊，包括我们基督徒的问候当中，我们刚才我也说了啊，弟兄姊妹平安。好，那为什么平安会如此高频率的出现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都喜欢平安。也都希望自己有平安，所以啊，人们呢就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来为自己来求平安。据说现在药房里面销量最好的呢，不是药品，而是保健品。啊，我们看到在国内哈，有很多老人家，他们去菜场买菜，为了这个几块钱，可能会讨价还价很长时间。但是当他们去买保健品的时候呢，就好像花的钱都不是自己的一样。我们知道市场上面有很多这个保险啊、理财的产品也是层出不穷，也是因为人们呢有这个需要，想透过各种的管理手段来让自己衣食无忧，或者是降低各种风险啊，这个意外所带来的压力。而这次我回国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我去到这些风景区啊，那其实这个风景区呢，它跟这个佛教的寺庙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会发现哎，在那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些说不出来是什么的建筑物，然后呢很多人就会去烧香啊，或者是拜一拜。其实很多烧香啊捐钱的这些游客，他们其实也不是信佛的，只是说透过这样一个举动来满足他们求平安的一个心理。什么是这个世界寻求的平安呢？可能很多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无病无灾啊，没有任何的意外，每天呢都可以顺顺当当，风调雨顺。如果我们用一个战场的画面来描述的话，那么我们生活中啊可能会遇到的这些灾难啊、冲突啊、意外啊、贫困啊、挣扎啊等等这些情况，就好像是与我们搏斗的敌人。那么我们在世界上所追求的平安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些敌人的存在。但是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龄，我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历的都会告诉你，我们不可能没有敌人，对吗？那么只要敌人一天存在，我们就一天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除非啊，我们可以确定的知道我们可以胜过那些敌人，也就是说你知道有敌人，但是你可以勇敢的去迎向这些敌人，而在你与敌人搏斗的过程当中呢，你不会有任何的忧虑，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了，那就是你一定会胜利。这是一种怎样的平安呢？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原来啊，除了世人所追求的平安，还有另外的一种平安。那这种平安呢，它可以除去我们在面对敌人时的这种忧愁和胆怯。通过约翰福音16章16到33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平安里，我们虽然还是会有忧愁，但是最终这个忧愁却会被转化成喜乐。虽然我们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但是呢，我们却有从神而来的随时的一个帮助。虽然我们还是会经历软弱和失败，但是那不会影响我们最终胜利的那个终局，因为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分享他的得胜。好，我们先来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读到16到19节的时候啊，会发现这里一直在围绕着同样一句话，就同一句话一直在绕来绕去啊，就是说不久你们将不再见到我，再过不久你们还要见到我。而且这句话不仅是门徒们啊一直在重复，因为他们很困惑嘛，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他们一直在重复，甚至是连耶稣自己也重复这句话。可以看出啊，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前后文的这个背景啊，我们就会知道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即将离开门徒的时候，那么他对门徒有一段这个临别的赠言。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这个临别赠言的最后的一段一部分。耶稣在前面呢他已经大概讲了天父要借着他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包括圣灵会帮助门徒明白耶稣所说过的一切的这些真理，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到与耶稣更深一层的关系当中。那么这一切的发生了，都跟十字架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门徒们就必须先要面对十字架给他们带来的危机。而这个危机之一，就是当耶稣被抓受死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忧愁。这句令门徒们感到很困惑的话，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啊，其实不难理解啊，我们都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呢，这个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了，神的启示已经完全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很明显啊，这两个不久呢，是指向耶稣的受死和他的复活。但是对当时的门徒而言，他们即将要面临的可是一件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事件。或许他们可能对耶稣接下来被抓，他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对于耶稣三天之后会复活，他们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所以啊，他们就不断的纠结在不久这个字的上面啊，不久耶稣要离开，然后再过不久又会要见到耶稣，再加上耶稣之前呢他曾经说过，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将不再见到我。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门徒啊当时他们的处境，一定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对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会儿说不见了，然后又说不久又再见了，然后又到父那里去，那到底是到哪儿去呢？门徒有很多的困惑。面对门徒的困惑呢，耶稣给了他们回应。但是你发现没有，耶稣的回答呢好像有些跑题。门徒期待的答案呢，可能是耶稣很清楚地跟他们解释一下这个不久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呢，耶稣却直接转向了门徒的需要。因为他知道啊，在不久之后，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可以引领门徒明白一切他们今天所不明白的这些话，这些真理。但是很快，他们要面临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面对耶稣被钉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他们在这个场景里面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陷入到深深的痛苦和忧愁当中。所以此时此刻，耶稣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安慰和盼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用了一个妇人生孩子的比喻来帮助他们明白，当世人因为耶稣被处死而欢喜快乐的时候，门徒们将会在一种痛苦的煎熬里，他们会痛哭，会哀嚎。痛哭和哀嚎啊，这两个词
非常具有感情色彩。他很形象地描述了这些门徒他们即将要面临的那种痛苦的境况。但是痛苦和忧愁并不是这儿的重点，这里的重点是这些痛哭，这些哀嚎，他们最终会被转化为喜乐。就好比是妇人生产的时候，她会忧愁，会有痛苦，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是孩子一生出来，她就不再记得那些痛苦了，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在世上了。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明白，忧愁的过程啊，是不能够被减少的，但是这个忧愁会被转化为喜乐。同样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痛苦和忧愁也不会被挪走，但是他们也会被转化为喜乐。当门徒们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的心就立刻被喜乐充满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事实的发生，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死亡真的被战胜了。门徒们的忧愁是暂时的，十字架带来的救赎却成为他们永久的喜乐。作为今天的我们，当然我们不会面对门徒当时的忧愁，因为复活的主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借着圣灵的工作已经一直与我们同在了。门徒们在看到耶稣复活之后才有的喜乐，已经成为今天的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状态了。即便我们还会经历各种苦难，这个苦难可能包括了信徒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的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也包括末日来临之前的种种的灾难，但是我们却不需要担心和害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他会再来，他会带我们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美好永恒的新天新地。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呢也是我刚刚信主时候的导师之一。今年二月份，他被神接回天家。在他跟癌症搏斗的四年当中呢，随着病情的变化，经历了很多的高高低低，当中有希望，也有失望，也有很多的痛苦和忧愁。其实这些啊，都是作为一个人真实的一个情感的经历。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在这些苦难发生的同时，他却一直都是喜乐的。我记得在他临去世之前的几个月，他在教会里面和我们有一个分享，当时他就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看不见我了，你们不要难过，我只是换了一个住的地方而已。他也跟我们说，他不害怕，因为他不是离死亡越来越近，他是离神越来越近。耶稣带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转瞬即逝的一种快乐的情绪，而是被他拯救，被他眷顾，在他所赐的盼望当中的那种喜乐的状态。而且呀，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在22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我要再见到你们。你知道前面的一直都是在说，你们将不再见到我，你们还要再见到我。但是在这里呢，耶稣却转换了主语，他说，我要再见到你们。很显然，他是在告诉门徒，你的喜乐之所以没有人能够夺去，是因为这个关系是我来主动发起的，是我走向你，而我是基督，我是神，我永远都不会改变。耶稣啊，不仅给了门徒们一个忧愁会转化为喜乐的这样一个盼望，他也给了他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们。在23节的到那日啊，就将时间指向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下的日子。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再问耶稣什么了呢？
是不是耶稣不在了，他们没法问了呢？的确，耶稣在升天之后呢，他就不再以曾经肉眼可见的方式与这些门徒朝夕相处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耶稣透过圣灵的工作继续的与他的门徒们同在。所以在这里说呀，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那些原来对门徒而言困惑难解的话语会在圣灵的引导下变得清晰明了，圣灵会带领他们进入真理，想起并明白耶稣曾经对他们讲过的一切。不但如此，因为耶稣救赎工作的完成，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使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能够恢复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的体现之一呢，就是信徒可以直接来向天父祷告，并且在这个应许里面是他们求就必得着。这真是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恩典，人居然可以跟这位创造万物的主有这样一种奇妙的连结，而且还是有求必应。哎呀，简直是太好了。是啊，这样的恩典今天就发生在你我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依然有平安，不害怕，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眷顾，有神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不过呢，在这个有求必应的应许当中啊，有一个元素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就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对我们来讲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每天每一次的祷告当中，我们都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结束的。那么你知道奉主的名代表什么吗？我们在座当中啊，基本都是移民来澳洲的，对吧？你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样子吗？我有一个姊妹啊，每次说起她的经历，她都特别的感恩。因为呢，他在国内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这个朋友有一个亲戚啊，很久以前就已经移民来澳洲了。所以当时他来澳洲的时候呢，他这个朋友就是说，哎呀，你别担心哈，你去澳洲你就去找我这个亲戚啊，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所以呢，这个姊妹来到澳洲之后呢，真的就是被这个朋友的亲戚照顾得很好。后来呀，这个姊妹呢，他就特别感激嘛，他就对这个朋友的亲戚说，他说，哎呀，你看真是太谢谢你了，我来澳洲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在麻烦你哈，你对我这么好，一直都是大事小事的都帮我的忙，都照顾我啊，真是很不好意思，太感谢了。然后他这个朋友的亲戚呢就说，哎呀，没关系啊，不用客气，因为你是我侄女的好朋友嘛，啊，那我们照顾你也是应该的，我们也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其实同样，天父可以垂听并成就我们的祈求，是因为在天父和我们中间有一位耶稣，是因为耶稣啊和我们之间像葡萄树与枝子这样的关系，是因为他称呼我们为他的朋友。所以透过耶稣，我们和天父就有了这样一个很奇妙也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当然我不是说天父从来都不认识我们，而是说当我们犯罪之后，因为我们的罪的问题没有被解决，所以呢，我们和天父之间就有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甚至可以说呀，当我们背叛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神的仇敌。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相信他是从父神而来的，是带来拯救的基督，我们就会接待他，爱他。当我们相信他，接待他，爱他的时候，天父就因为他爱子的缘故来接待了我们，来接受我们。他接纳我们在耶稣里面来到他的面前。换句话说，我们永远都没有这个资格凭着我们自己来到天父面前，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另外呢，奉主的名
它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权柄。在第26节呢，耶稣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向父祈求。耶稣在这里啊，他是向门徒澄清一个可能会有的误会，就是不要门徒认为说他们跟天父之间是冷漠的，是疏远的啊，必须要借着耶稣的代求才能够得到父神的应允。虽然我们知道耶稣一直在父的身边来替我们祈求，但是那个替啊，不是代替我们啊，而是帮助我们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要强调的是，当他的救赎大功完成之后，一个新的关系将被建立起来。那个新的关系就是父自己爱你们，就是因着耶稣，我们和父之间的那套鸿沟没有了，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跟父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拿着耶稣的授权来向父神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天父的垂听和他的应允。耶稣将他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罪人，我们在他的眼睛里面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竟然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来祷告。其实啊，只要是一想到自己可以奉主的名来祷告，想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居然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我们的心真的就可以马上被喜乐充满了，不是吗？祈求就必得着。这次的疫情当中啊，无数的基督徒都在祈求神的怜悯，求他眷顾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今天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你觉得是偶然发生的吗？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受到各种影响的时候，我们会求神保守，赐给我们有一颗平静信靠的心。你觉得神应允你了吗？当你遇到难处、软弱、疲惫的时候，你求神加添力量给你，求神用他的恩典和能力托住你，神成就你的祷告了吗？我相信我们都有答案的。可能有人也会说，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我跟神祈求的，神就没有听啊，他就没有成就啊。比如说我说我求神，哎呀，能够赐福给我，让我中一个乐透啊，或者能赐福我，让我可以顺利的能够在水边买一个豪宅啊，或者是某某总是来找我的麻烦啊，神啊，你好好的去管教他。那么我想请问，你求的这些耶稣会求吗？如果今天你是奉他的名来祷告来祈求，那么你所求的自然应该是他的名所代表的一切吧，也必然是要符合他的心意，对吗？既然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才知道什么才是能够给我们最大的平安，那只要你按照他的心意去祈求，你就一定能够得着。而且你得着的不仅只是今生眼前的需要，还有一个被神彻底更新之后的美好的永恒。无人可以夺去的喜乐和祈求无人可以夺去的喜乐和祈求就必得着的应许，都可以让我们体验到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可以分享在耶稣里得胜的地位。有人说呀，最可怜的误解莫过于自己而认为不再存在任何误解了。你看到啊，当门徒听到耶稣已经不再用比喻跟他们说话了啊，再加上刚刚经历到耶稣怎样看出并解决他们的疑惑和疑虑和困惑，然后他们就非常自信地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需要有人问你啊，从此我们就信你是从神而来的。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
从神而来是什么意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以为耶稣不再用比方说话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完全明白耶稣的说话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们要等待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圣灵的引领下明白耶稣的说话，而不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在32节呢，耶稣就告诉门徒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了，说接下来他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呢，我们看到的用词啊，是一个更不好看的用词，是说门徒会都离开他逃走了，用了一个逃字。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之一，当你听到耶稣对你说啊，接下来你们很快就要背叛我了，你们就要逃走了，你听到耶稣这样子对你讲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受呢？我相信啊，我们如果是当时的门徒，我们谁听了一定心里面都不好受的。一方面呢，我们不会相信，我们也不愿意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的啊，你记得吗？他们都曾经对耶稣说，我们就是必须跟你同死，我们也绝对不会不认你的啊，他们是很有信心的。再来呢，他们可能也会忧虑啊，因为他们前面刚刚说过了啊，我们现在晓得了，你凡事都知道，那这个无所不知的耶稣真的说中了怎么办呢？所以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门徒，我们心里一定都是不好受的，不管你怎么想都一定是很难过的。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哈，当门徒说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啊，然后呢，耶稣在31节马上就说，现在你们信了吗？其实这句话呢是有这个讽刺的意味，因为门徒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了，所以耶稣就反问他们，你们信了吗？那前面有一点点讽刺，那在这个地方耶稣是不是要继续的让门徒来难看呢？啊，就指出说啊，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你接下来你们就会背叛我了，你们说的你们根本都做不到，耶稣是不是要去让他们难看呢？其实不是的，耶稣这样子说是因为耶稣爱他们。33节，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爱他们。你想啊，当门徒真的在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啊，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丢下他，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一定会觉得很难过，很无地自容，会很恨自己，对吗？当他们在失败的时候，如果他们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讲的这句话，他们知道啊，主原来是知道这一切会发生的，而且主跟他们的关系还在，他们仍然是被主接纳并且被主深爱着的，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安慰和鼓励啊，你想过吗？所以这才是无可取代的一种平安，是耶稣给他们的爱所带来的平安。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姊妹在一起祷告，她那天呢情绪特别的紧张，因为啊那个时候她刚刚考到了驾照，然后呢开车呢肯定也不太熟练了，她就白天在停车场里面，她停车倒车的时候呢就撞到了后面的一个柱子，没看见，结果呢这个车尾啊就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坑。她当时就是特别紧张，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告诉她老公，而且特别是她那个车子是刚刚买的一辆新车啊，她就想糟了，她老公不知道怎么对她发火呢啊，你知道我们很多很多弟兄都是对车子很爱惜的，其实我先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那天啊她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担心。然后我那天跟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啊，就很感恩，因为我就想起我自己刚刚在学开车的时候呢啊，也很紧张，然后虽然我们家的车子不是全新的，已经买了2年了，但是我先生也是很爱惜这部车子的。那一段时间呢
我的那个车呢，虽然没有被我撞得伤痕累累，但是呢，也经历了几次磕磕碰碰。不过每一次出状况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像那位姊妹一样紧张害怕啊，倒不是说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啊，是因为我每次都会想起我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啊，他说刚开始学车啊，刚开始开车，这个磕磕碰碰呢总是难免的啊，人没事就好。我就一直记得他说的这句话，所以每一次这个出状况的时候，我就想哦，没事儿，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知道的啊，不会怎样的，所以心里面就觉得很受安慰。那其实啊，我们都知道，作为门徒来讲，他们想到，哎，他们犯错了，但是耶稣知道，所以他们就不紧张了，他们就不会害怕。今天在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里面也是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犯的这个错，已经是在别人的预料之中，他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也就不会紧张了。所以你看到吗，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或者在这样的一个提醒，曾经的这个提醒，或者说这种告知里面，我们其实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当然我们谁都不会因为说别人接受你犯错啊，然后你就故意去犯错，对吗？我们都不会的，反倒是因为别人的这份包容和体谅，我们会更加小心，尽量不去犯错啊。其实我们对神也是一样的。那耶稣呢，他无所不知，他知道门徒接下来会面对的失败，他同样也知道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面对的软弱。对于我们来说呀，如果我们能够感觉到耶稣知道我们啊，神了解我们，我们里面最糟糕的那个光景，岂不是最大的平安吗？他爱我，不是因为我够好，因为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即便我们的所作所为可能还是会让他伤心，但是只要我们相信唯有他才是我们的救主，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愿意不断的学习顺服在圣灵的掌管当中，去活出一个效法耶稣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不会失去跟他的关系，不会失去跟天父的关系。这个确据难道不是我们最大的平安吗？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的一生啊，都是在一个成为圣洁的过程当中。属灵生命或深或浅，我们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达到神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得救永远靠的都是神的恩典。耶稣要我们有勇气，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胜过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苦难，而是因为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他赐给我们一个地位，是在我们跟他相连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去分享他的得胜，他的胜利。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他不是说他将要胜过然后让我们有信心，而是他的死和复活已经向全世界全人类宣告了他的得胜，他已经胜了，而我们也已经在他的胜利里面。这个胜利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苦难可以阻挡我们进入到那个真正的平安里面。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其实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因为在这个平安里面有着神无限的奥秘和无尽的丰盛。今天我们借着约翰福音16章的这一段经文，就好像是一个窗口，透过一个窗口我们来看外面美好的景色，虽然我们看到的不是全部，但是呢却也足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世界上的人都在寻找平安，但是面对周围那么多的未知，真的有平安吗？就拿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来看，
有谁会想到2020年我们会面对这么多事情的发生？有谁会想到这些事情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就算是澳洲现在的疫情已经慢慢的缓解了，但是有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平安的焦点是放在身体的健康、工作的顺利，或者我们生活的这个大环境不要有什么意外，我们真的能够得到平安吗？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进入与神和好的关系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还会有苦难，不管是过去、今天还是明天，因为这是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却可以不必惊慌，也不必害怕，因为我们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胜过苦难，我们可以胜过它。这个得胜不是让苦难消失，而是说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有喜乐。这个得胜也不是说世界会按照我们的想象越变越好，而是说当耶稣再来，当这个世界被彻底更新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美好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有份。没有恩典就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也没有平安。即便你用尽一切的努力，想尽一切的办法保证今生没有意外，但是只要你的心里一天没有从神而来的确据和盼望，你的心里就一天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因为这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需要与他建立那样的一种关系。弟兄姊妹们，深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到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那份在他里面的平安，那个无人可以夺去的喜乐，那个祈求就必得着的应许，和在基督里得胜的地位。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朋友你正在寻找平安，那么我想邀请你来认识耶稣，因为真正的平安在他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平安，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了这个真正的平安。主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的灵魂，他们没有平安，他们在寻找平安。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地被你来更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地活出主你荣美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在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那个从你而来的真正的平安。主你帮助我们，也使用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个星期的家事报告在电子版的程序表中，请大家自己查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神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救赎我们的主，你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救赎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工作，愿我们的生命来被你改变。求主你使用我们，你差遣我们到世界当中，在我们每一天所生活的环境中，在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人群中，主啊，你使用我们来传扬你的福音，来让这个世界上面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归向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默祷之后，我们可以结束今天的崇拜。